茶会正式开始之后，还是可以进出。在茶会的过程当中，请务必拍照跟亲友们炫耀。首先，我们要欢迎来自高雄的星星王子室内乐团，掌声欢迎。30年前，我一样在这个地方主持过智障者家长总会的成立大会。除了我以外，感觉上大家都没什么变，但是真正有改变的是，真正有改变的是台湾的身心障碍的福利有很长足的进步。自从1992年1月到现在成立，至今已经30年了。那这30年来，大家共同携手，我们向中央跟地方政府倡议，然后推动立法，促成各种创新的活动。其实这30年来，我们等于是帮身心障碍者地基打好了，建立一个结构，一个完整的家。后面就要朝着更精致化的努力，最终目标就是让我们的心理障碍者最后都跟一般人一样，很自由自在的在社会生活。我一直相信大家是全力以赴要把事情做好的，要把每一个智障儿都能够照顾好，让每个家长都能够放心，让台湾真正走向一个非常能够照顾全民的一个像福利社会一样，来完成大家的梦想。我只不过想在社区里头像正常人一样，一般人一样好好的生活。我们继续为这个努力，庆祝下一个10年、20年跟30年。家长们就是一起站出来，互相支持，互相相挺到现在30年。因为有家总，有家长团体这样的一个团体组织，让很多的家庭放下一些些重担。社区生活独立自主，我们怎么营造一个友善的环境？我们绝对是非常关心啊，我们怎么样把全台湾的人民照顾得更健康，他的家庭更幸福。现在在外居住生活，租房子，我有住全日型的机构，然后那边有门禁。我读的是餐饮科，实作课会比较晚。我自己住需要的协助是，假如说我生病，然后有人关心我，或者是带我去看医生。在接触自立生活之后，我才开始知道要尊重孩子是独立自主的人，所以我的孩子可以走出他不一样的人生，选择自己想要的社区生活。我们希望这一天可以很快就可以来临，我们可以让很多的家长在当要离开这个人世，完成自己这一辈子的人生功课的时候，可以安然放手。这件事情是家长组织可以在县市里面我们一起在努力的事情。